僵尸，没错，我今天居然玩好玩到不得了的手游，尊教练乃圣。哦，对哦，各位观众，我昨天竟然我上一期啊，竟然私底下抽到了小丑，我自己整个都吓傻了。所以今天这集的重点，小丑。我抽到清理者了。特种兵啊！靠！今天怎么突然人品爆发、啊？不行，上面待机。难道是官方有新增一些新角色吗？就去家，告诉你爱的淋漓多真多深刻。就去家。干净你是血的幸福的血，麻醉的是有生出去家，吸收我们一生最平凡的。烦死！我干脆就招啦。咱们今天跟大家讲一下、喔，我竟然试一下抽到了小丑，我整个人品爆发，我整个傻眼，我整个两眼呆滞。哎呀，实在是太帅了！马扎西斯的全技能哦、喔。那其实我们可以进行卷锁。哦，那这其实就是传说对决小丑，所以我才会那么 care。我才会那么 care。所以这边都是资源的问题而已嘛，谁有办法存那么多啊？只是部队消耗这样就不够了，就算我们够了，也不能干嘛？所以他应该算是在这边。对，其实我们要升的是油井啊。油井在哪里？啊，还要升油桶哦！啊，不，今麦是小白贵点的啊，怎么搞升了？怎么太多啊？好嚣张！好，那我们这里差，我们现在是差粮食，应该是粮食。这手就那么爽，嗯，很爽啊。那我们今天玩这边哦，大家就慢慢升上去哦。那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小丑的一个技能哦。